就你一靠近它，你就感觉到明显的冷气在吹。嗯，它夏天的时候非常明显，叫冰口那个不会地有方，水，没有水，它就是空气而已，纯空气。对，它很特殊。嘿，对，刚才顺便在这边休憩一下。虽然这个休憩的椅子已经太久没人坐，都长第一了。